出水就好。古今解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袂水。好朋友古今常在咧讲，千丝万句写台湾，世情山水人生观。过去有真侪诗人写汉诗，唔是咧写世情的体会，无就是写台湾的山水，无就是写伊的人生观。咱来讲日本时代出名的诗人林雅堂，倒转去到台南地，甲地方一挂诗人互相中间吟诗答对。一摆爬入去到迎春门古城楼顶，心内有所体会，写一首七言的诗。见面讲：迎春路上对春风，北魏南平一目中，湖水两行随流落，小空万丈气东风，美岛石鼓归辽河，罗汉文歌断西河，声色兴亡但知数，移民游说草芥蓉。是啦，在眼阿童眼内咧看，迎春门北魏南平，要塞地地势真好，尤其一平面水边，两座柳树随流绿，另外一平面，哇，翅膀开了红拍拍，类似敢若烧伫咧半空中共款，这个描写景致。啊，毋过伊心内另外有感想，咱来看出去一平面，看到美岛寺、地兴宫时代就已经建设了，罗汉门这地号名原来早就开发了，美岛寺古归辽河，古早的典故。后背回去到辽东了后，人事全非。罗汉文歌断西风，风干飞回来，又完同款。亲人拢已经四散，已经物是人非了。林雅堂在讲伊的心声嘛，啊，不过又完一项不变：声色兴亡，但知数。有的国家兴旺，有的国家凋敝，无几冬就衰微。咱来个反省，来个回想。就是敢若叠一个砖头啊，中间的代志。移民游说草芥蓉，一寡老辈啊，搁咧讲，讲草芥蓉蓉是在搞，啥物做草芥？这个芥，主体为木，甚至我比心有损害。这个油啦，顶头呐，踏一粒草，下骹搁踏一粒大，正手边搁画一个耳仔边，拖较长咧，就是郑成功迄个郑。民间咧流传草芥蓉蓉，就是咧讲郑成功，又完咧怀念，又完咧懊恼，郑成功对台湾建设的贡献。